可以了。过分了是吧？没有，我就怕以前我上场产品的时候不是你把这个调过去，然后再调去啊。你这个我们公司王者也不能打，可以了吗？肯定不行啊，那不是王者吗？你造孽啊！这个。我怕我上场的时候他也要充电，所以我确认一下，因为我要我一个人扛着一个来他妈这么多班的，那就麻烦了。他说他要省人的，所以我怕。封的肯定封的啦，这个妈要封一个礼拜。卖身了。我站那么高，站那么高看不到。你想看我这里？蹲蹲蹲可以了。哇，那还好。